弟姐妹，又来，又来。你要问胖迪，只是来帮你递钱包了，他要走了。胖迪今天没有 Q 了。太依赖胖。胖迪完蛋了，我觉得胖迪功效用完了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是蛮衰的，胖迪准去。Yeah. 他现在比妙公还准，几道仙姑，一到五。胖迪，你要选，胖迪要有 Q 啊，要把红。例如说，你不想要选哪一個？对，一号到五号，你想要哪一个？不想要一号，他不行。不想要，对，因为要讲那不想要，对，哎、欸，上次不想要就是三万六，而且问他不想要，第一次做单位很喜欢把一些怪东西放在电脑，他说不要，你要吗？他说不要，你不要几号？哎，他要几号？那你不要几号？二号，啊要啊。鬼哥，我跟你讲，两千划算，里面三张好卡，随便一张价值3000块以上。还有 cosplay， 但是还有我跟你讲，但是还有校花没有抽出来，那一定是 cosplay 啊！一二三四五，我觉得是哪一张？第三张啦，第四张哇中了啊，出事了，第三张不信啊，出事了。那你要不要翻一张？小花小花，你看第三张，翻翻试试运气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先翻这张。哎呦，好像你把不好的翻掉。对，再来一张。一万。哎呦，背包，这背包音是好啊。那个鬼哥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要中，翻了两张都是好的，距离 cosplay 的又迈向一大步了。这两个都是好的。校花，校花。有可能。校花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翻下去。第三张是我这样选的，这应该是1万块。哇，校花，校花，1万块，1万块，好2块，跟什么？1万块跟 cosplay。跟一个勾魂，勾魂呢？一万块勾魂呢？一万块勾魂，勾好，都是好的人，你随便选到啊？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你再准备回来，各位观众，好的。哎，我刚刚选这张吧？对，那我就没有相信自己。可以，不能讲。勾魂，他不高兴。这个为什么？一万块啊！你花2000块买彩绘回来，可以，谢谢你，可以吗？小鬼哥，好哥，好哥，我要踩一个了，我陪你去摆摊啦，要记得啦，好不好？我陪你去摆摊啦，好来来。喜欢你，想看到你，我爱你，花2000块钱买回来，2000块把你买回来，2000块买你。
值两千块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要一万块。